气死我了，竟然敢骗我去卖本子，还被那么多人围观。西宝，我错了，我不该骗你去卖本的，你别生气了，生气会找纣王。你才叫纣王，别再跟着我了。西宝，快看，这是远山从老家带过来的魔法镜，据说能看到十年后的自己哦。一天到晚花里胡哨，没个正经。